水就是那一块。这就是把它结束了。好，你说说到这边了哈，就是我是老师，然后一直都会会往他的顺序排。好，这时候就是把它往前面重新再看一次一遍，或者说前面的这一张，其实叶老师的图书上面它是有画出来的。所以这样的话，就是我们可以让学生知道说，它不是只能从头到尾一个顺序，当需要时还是会往前翻的。好，就到时候下一轮的时候，换学生的学生自己去看那种决定顺序的时候，就可以这样子使用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这题题目是这样的。